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是12 12日系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二号，今日系星期一。好啦，呢节我哋要同大家咧讲一讲一个咧好耐冇人提嘅人物，吓，但系呢一个人物咧最近不断咧尝试咧就系蒲头嗱，佢我已经话咗俾大家知，吓佢其实已经后继有人噶啦，系一个咧好中意斗嘴，一个好中意斗争嘅人咧已经喺香港政府出现咗。 系一个叫做邓炳强，一个叫做卢宠茂，咁啊李家超唔系唔中意，李家超咧只不过咧不善辞令，成日都唔知自己讲紧乜，吓讲斗嘴巴，咁啊似乎咧卢宠茂把口咧系叻过李家超，叻过邓炳强，嗱但系讲中意斗争咧，我哋依然认为头号嘅人咧依然系叫做梁振英，即系六八九。 啊六八九咧最近咧不斷又有新嘅搞作，嚇似乎咧佢非常之懷念呢個政壇嚇。既然你咁想從政，咁咧就唔好淨係匿喺咧就係匿埋網上邊就用 Facebook。嗱咁啊最近咧真係多咗好多動作，顯示佢咧就係繼續出嚟嚇，要咧繼續搞政治嚇。呢節咧我哋要同大家講嘅咧係佢大大力出嚟批評香港嘅法律服務。 佢话香港嘅法律服务业咧，俾美国同埋英国咧彻底操控。咁话嗱，系咪真系咁犀利啊？吓，我哋一齐研究下佢讲嘅嘢，再同大家尝试踢爆一下咧，就系法律界嘅情况。跟住我哋再嚟分析到底梁振英而家最近呢一段时间咁多动作嗱，以前佢就似乎系对准住咧就系林郑月娥嗱，咁你今次？ 想鬥爭嘅對象係邊個呢？咁你做个前特首啊，你冇乜可能呢，就係會做低一級嘅官員㗎。如果係有目標嘅話，咁似乎呢係瞄準住某一個人而嚟。好呢節我哋繼續同大家探討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記得節目咁 Like，用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痛擊五毛，痛擊南師。 繼續開 Google 户口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星期二得到，星期二日報，仲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我哋繼續誠意邀請聽眾，經濟能力許可嘅你，希望你訂閱批藏支持我哋。同一時間，我哋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哋。請打開節目清單，欣賞播放，手動點擊加無限碌大法啊，亦都可以呢係播放我哋嘅風景影片。 啊，風景影片冇咁悶啦，又可以睇下《環宇風情》。好咁，請大家咧繼續支持啦。我哋繼續咧係對準中國共產黨，亦都會同大家咧繼續跟進內地嘅示威。啊，隨住嗰個防疫放寬，咁啊，到底中國大陸係咪真係向人民下跪咧？嚇，如果佢徹底向人民下跪，嚇，其實咧我哋咧係會有其他唔同嘅方式繼續咧係對付中國。所以咧，大家。 最紧要你去思考啊，点样去对付佢，系而唔系每一样嘢思考自己有咩弊处，你要揾自己嘅缺点，吓我哋一定好多噶啦，系嘛？对方系强权，吓你系鸡蛋，你仲要咧鸡蛋里边挑骨头，咁？你除咗倒米帮凶帮中共维稳嗱，我都睇唔到有咩有咩有咩理由要咁样做。好啦，咁啊，琴日同大家讨论起呢个香港议会嘅问题啊，我见到有好多。 我哋嘅听众咧好热心咧就去讨论，嗱我亦都系想带起嗰个讨论，吓亦都咧想将我哋而家面对嘅问题咧都拎出嚟讲，嗱我哋再有时间咧会再详细同大家咧继续讨论呢个问题，吓因为我哋每一位应该系有话语权，因为我哋每一个都系选民，嗱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咧系努力啲发表意见，吓你有任何睇法都好。 我相信到最終啊，各位嘅意見、各位嘅睇法，嗱，各位嘅意見同睇法一定係最關心呢件事嘅人先至會俾意見你嘅啫。如果又唔支持呢件事，又唔關心呢件事，都唔關香關心香港嘅人，點會得閒去同你討論香港議會嘅事項？點會得閒去同你討論係咪應該快啲做，點樣做啊？嚇！我最唔想、最唔想發生嘅事就係、是、再即係無限期咁樣去。 即係好慢、好慢咁樣做啊！我我唔用個拖字啦嚇，咁啊好慢咁做落去呢，就係令到原本對呢件事關心嘅人呢都不再關心嚇。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同埋一定要有一樣嘢一定要做，就係、是、一定要話俾人知到底個議會係爭取咩目標嗱。如果永遠唔夠膽同人講你嘅目標係咩嘢嘅話，唔好叫人支持你好簡單，因為我唔知你個目標係咩嘢啊嘛。 所以我個立場好清楚，我絕對唔認為香港議會係要先有議會後有目標，佢必須要有目標。立法會選舉都係一樣嘅，啊你唔可以先誕生咗個議員再問佢到底你主張啲咩嘢，哇唔緊要啦，我選咗先，選咗你咪知囉。这呢一樣嘢絕對係冇可能嘅事。咁同樣道理，你立法會唔好講參選人啦，咁你立法會做咩嘢嘅？ 你搞立法會選舉之前，你都要話俾人知噶嘛？嚇，呢個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啊，同其他籌位嘅一個好大嘅分歧。好啦，呢節唔詳細講住啦，因為我要講呢啲話題咧，其實我可以足足咧係講足兩三節嚇，淨係講呢個話題都未講完。我哋先翻嚟研究議誒、呃、梁振英先啦，嚇議會遲啲再研究。好，梁振英最近動作多多啊，呢個叫做全國政協副主席，繼續喺社交媒體撰文。 啊！除咗喺社交媒體赞文之外咧，真係見唔到佢做任何嘅實事好。好啦，佢話要講呢一個香港要國際形勢有變化，佢話咧突顯咗香港法律服務業咧就有問題喎。啊，繼續針對法律服務業，佢話呢個問題唔係本地律師嘅人數同水平問題，而係本地律師事務所嘅規模同實力問題。 簡單啲嚟講，梁振英咧想夾爆咧，就係香港嗰班鬼佬律師。嗱，香港嗰班鬼佬律師值唔值得我哋去保護咧？我都可以幾肯定話俾大家知，係完全不需要保護。嗱，呢一班喺香港嘅鬼佬律師咧，坦白講啊，我不認為佢哋喺度做任何嘢捍衛香港嘅民主自由同法治。實際上，佢哋呢一班人咧。 近乎係等於係一班咧喺度揾食嘅五毛嚇，你可以見到好多其實喺中國內地嘅鬼佬呢，都係徹徹底底咧變成同五毛冇分別。香港呢班鬼佬喺香港變到咁樣嘅情況之下，繼續喺度呢做生意做得咁開心嚇，同法治有咩關係啊？同民主有咩關係啊？唔好以為見到嚇白人佢就一定係捍衞呢啲價值，千祈唔好有。 咁樣嘅遐想嚇，兩樣嘢係並不等於嘅，其實嗱咁我所以，我認為梁振英提出呢個話題，就係想進一步呢，係夾走香港嘅呢一啲呢法律人士即係呢啲鬼佬大行啊呢啲佢講緊嘅呢，係例如之前馬士打，馬士打呢，就一間本地嘅大行，好啦，呢間本地大行呢，後來呢，就係俾人合併咗就被收購咗。 好啦，跟住佢認為咧，呢間律師行咧已經俾咧英美操控咗啊！好啦，嗱佢咧就係叫做上江上線。實際上咧，香港嘅呢啲大型律師行咧，其實同呢一個畢科即係大會計師行，同埋咧就係華爾街金融大鱷，其實係一模一樣。佢哋喺香港除咗揾錢、揾錢、揾錢、揾錢同埋揾錢之外，其實佢哋並沒有任何嘅目標。 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即、就、係、是、一班人揾錢嘅地方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咧呢一班鬼佬喺度將佢咧變成一個做生意掘金嘅地方啊！所以咧香港嘅制度咧就係採用翻咧呢一班人會接受嘅制度嗱，呢、這、一個咧就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秘密嚟㗎啦，各位。 好啦，咁而家你要将班鬼佬赶走，虽然我认为班鬼佬系抵死，吓，即系呢一个 I b a 班投资银行啊、华尔街大鳄啊，我唔会保护佢噶，吓，呢一班系坏人嚟嘅，吓，但系你扫走咗呢班人之后有咩效果呢？咁我可以咧清楚话俾梁振英知，吓，虽然佢主张要扫走呢一班吓杨五毛，嗱，扫走咗呢班杨五毛之后呢，就系、是、连。 可以喺度用呢個制度去揾錢，嚇喺度賺金塊嘅人呢都冇咗。嗱，當然我唔會覺得可惜，但係可以話俾大家知，嚇呢一個呢係一定進一步令到香港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係會消失嘅。其實嚇雖然我冇話有呢個地位一定好好嚇，我哋亦都冇人贊成過你一定要有咁樣嘅金融地位。嚇事實上。 喺我哋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香港可以繁榮發達，唔一定要做呢啲所謂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呢個地方好坦白講，位處珠三角出海口，而呢一個珠三角廣東省呢個地區係一個非常之發達、非常之富庶嘅地方嚟嘅。嗱，我全部同意嘅。但我最唔同意嘅係中國共產黨控制晒一切。 假如冇中國共產黨，我真係認為呢個地方其實個經濟係相當之發達，呢個地方嘅人民可以相當之幸福，呢個地方可以好有制度，呢個地方可以有民主自由。國內人有啲人文化唔夠，你可以做好個教育，佢哋一樣可以好文明。吓呢個係我嘅睇法嚟嘅。吓正如我相信香港人一樣，雖然香港人有好多人令人極度失望啊。 係嘛？藍絲又多，係嘛？人渣又多，騙徒又多但係我一樣對呢個地方有希望你應該集中將自己嗰個眼光望住嗰啲有良好意願嘅人。你嘅目光永遠望住一班人渣，你嘅眼中成個世界都係地獄嚇。國內人今次嚇有咁多即係各省嘅行為啊，出嚟示威啊，對抗呢一個政權啊。 吓，你应该系用放大镜睇下良好嗰一面，唔系用显微镜去睇佢哋有咩坏处。嗱，讲翻梁振英，嗱，梁振英咧继续咧就系揾咧就系斗争嘅对象。吓，最近咧就系相当多就系动作吓，令人怀疑佢咧继续想出嚟咧就系参与政治。嗱，你想参与政治，佢嚟嚟去去嘅目标就系要再一次咧就系做香港嘅特首。可能佢认为而家李家超咧。 可能失勢嚇，你話我會認為梁振英同李家超係合作唱雙簧拍住上嗱，我係絕對唔會相信呢一、這個人，只會想自己呢，就係做呢一個特首嚇，佢絕對唔會火拍其他人嘅嚇，呢、這、一個人剛愎自用嚇，佢而家睇通咗一樣嘢，佢睇通咗習近平呢，一直冇干預咧香港嘅事務。 所以咧佢認為咧又有有機可乘啦。好啦，咁所以咧我嚟緊，即管就睇下你梁振英可以有啲咩鬥爭，係令到你又會有呼聲去支持你上位啦，係嘛？你淨係鬥走啲美國律師行啊、英國律師行咧，坦白講喺香港冇人 care 嘅。其實好啦，我哋呢節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 我哋而家就係向大家推介呢個 P I A，係啦，因為咧就係佢做咗贊助，冇錯。聽星期二得到可能都驚快，咁我認為啦，誒裝咗個 VPN 對你咧可能都會有啲保障，係有，尤其是即係可能 YouTube 上唔到，係啦，咁啊透過咧就 VPN 咧就係應該可以跳過咧就係香港個地區限制，啊用本台呢條連結，咁咧就有 discount。